女子团体 S.H.E 成员的 Selena， 她在演艺圈里头算是出了名的孝顺，而且这回居然在节目当中居然公然呛她的爸爸，还推说呢跟老爸不熟，引发了现场来宾一阵呢笑翻。为什么这么奇怪？不要紧张，原来这是节目的效果，带您来看这逗趣的节目片段。 不只用爆料开场白，还调侃任爸口头禅。Selena向来备受孝顺，只是这回在节目上公然没给老爸面子，怎么这么大胆？请开始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空翻高手耍特技连翻17次，一旁任爸有特别观点。动物园的猴子常常这样翻呢，在定点呢。你这样我们要怎么接？意思是说他们是猴子嘛？没有，你妥当啊，你老爸。这人格在哪呢？就像上演八点档 Selena 呛辣，将老爸逗趣对话笑翻全场。我觉得你能够因为这个节目大义灭亲，我太感动了。 原来 Selena 是为了节目效果豁出去的，宝贝女儿主持新节目，任爸力挺到底。网友还大赞 Selena 主持功力进步，妇女党这回擦出精彩火花，效果十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